大觉而后，知此其大梦也。而愚者自以为觉。我本想做一个永远也醒不来的梦，而如今我已经分不清自己是不是还在梦里了。界才是真实的。真实的事情吗？你一直在寻找出口，到达了这里。但门后的世界真的如你所愿吗？无论如何，我必须到门的另一边去。即便这门后也只是另一场梦境。那这场梦早就该醒了。初次见面，指挥官，我叫韩英。我从蒲劳那里听说过你和空中花园的事，很久以前就想来见你一面。总而言之，今后还请您多多指教。取至入破，该我们登场了。歌声动，水流云断，疏雨过，风铃舞破，见黄昏，清角吹寒。舞罢鹤唳，曲终长饮。舞遍之后的余音，就留到下次登场吧。这种方法就能成为全新的自己，想想也知道是不可能的。梦里不知身是客，一晌贪欢。告诉我吧，哪个世界才是真实的？